大家好。冬天的花园，冬之精灵 Snowdrop 美丽绽放。Snowdrop 中文名叫雪滴花，琳琅水仙。Snowdrop 是球根里面最早开花植物，繁殖速度还挺快的，每年都有新球。如果地栽一丛的话，应该每几年都能长满一大丛。又到每一期画作欣赏时间，今天再分享一个植物，这是我早期的新年插花画作，剑兰，叶形常见，犹如钟馗佩戴的宝剑。春节在家养一盆剑兰，可以挡煞和辟邪。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花朵是由下往上渐次开放的，象征着春节高升，也因此成为祝福的花朵。最后祝大家事业学业步步高升，牛年大吉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 We will continue next episode. 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继续。